亲爱的，票子在于你了，得做好心理准备。然后主要的挑战内容就是时尚大比拼，我们这次的比拼的挑战规则是，我们找了一个古着店，然后邀请店员来跟你一起搭配大比拼。我这搭配不行吗？那你介绍一下你今天的穿搭。我今天呢就是一个比较日常的一个穿搭，这个裤子水洗，重度水洗，看看这个纹理，然后这个鞋就是红毅经常穿的一双。应该是8111，我记得，非常复古男孩。走吧，那我们去看看。有奖励跟惩罚，先跟你说一下奖励吧。奖励就是可以，公司出钱200块钱以内的单品，任意选。200块。200以内的。真抠。公司出钱啊，200块。惩罚就是在门口迎宾。行，迎宾可以。迎宾5分钟。好。5分钟和200块。穿哪个都不想选，我记得这边我都溜达过，但是有的时候我看那个晚上来有团队开门，白天很少来这边，因为就是白天你知道吧，北京的白天太热了，今天还好，入秋冷。我还真来过这感觉。主题的名字叫做，主题是日常上班服、通勤服。日常上班服。对，因为我们需要保证它就是舒服的上班，但是又有点小技巧在里面的那种。可以啊，我已经想好了，构思好了。这么快？来吧，然后我们店员会在旁边跟着你一块去找合适的服装。我觉得这还不错，要配这个很大，然后配上这种宽松的复古的，刚才看到的裤子，我感觉这个应该穿不进去，因为它腰围感觉很窄，我一会儿可以试一下，然后再配一个比较复古的皮带，没皮带，来我试一下这套给大家展示，马上穿多少？看看到底能不能穿。我感觉穿不进去，这么多，我多点跳，就是说穿进去了，哇，是非常的上班，我得收胯，我有点蹲不下去，那穿这个咋吃饭呢？吃饭用胃又不用胯，太瘦了啊，这个。你那个上衣是拿出来的，这个是业内的效果，我嫌我腿最长，拿出来，哎，把它拉出来，这很日常嘛，对，因为它这个衬衫的版型我觉得还挺好的，它这个袖是正好的，但是衣长很长，会显得人很自由。需要添加首饰、饰品这样是，这个是你的最终品。它还可以添加一些东西。哎，这个衣服拿出来我都走道了，配个蕾丝手套混搭，这行啊，上班啊，上班，这怎么能上吗？我是医生，算了，老这套我觉得就这样了，比较朴素简单，这是我们黄金改造的一个这样的方式，对，它是这种西部的，这个有意思。对，然后就是你看裤子很简单，但是你穿在里面，把它这个搭在里面，或者里面自己穿个 T 恤把它披在外面，它其实我一般还有好想法，说里面穿类似于这种的外套，要配上这个，会不会更有感觉？因为没有人这么穿。对，但是现在天气会不会很热？哎，不考虑天气吗？
点不同的风格。好，喜欢的喜欢第一套扣一，喜欢第二套扣二，然后看大家选择。来吧，投票。我的经纪人投了第一票，你呢？你投这个，你呢？这套。这套你觉得上分？你这个现在的票就在于你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但那个上班我穿不进去，那衣服太窄了，穿不进去啊！你不窄吧，你都蹲不下去。不窄，那衣服我垫着腿，反正不窄。那我选第一套。OK， 我赢了。卑鄙就属于。行。机场出发图。机场出发。哎，我觉得这个衣服还不错，这个可以配一个那种小花粉配，大波小也好。展示一下。不给，一会儿穿出来给你们看。我们去试一下，就是颜色好看呀，搭配的很有意思。而且我想搞出那种就是上半身是一个季节，下半身是一个季节的感觉。哎，这套是非常的英式服饰。我显得身材非常好，哈哈。这柔袜子就是拉高一点。配这个外套，配下这个外套。穿不了一点，还有个皮夹，感觉就是自由了。哇，帅不帅？帅。这个皮也挺帅的。这套感觉有点像是拍写真，不是拍写真，拍杂志。拍杂志，机场图嘛。挺帅。跟杂志图一样，杂志。这个配饰呢？不需要。脸就是个配饰。哦，帅。脸就是个配饰。终于坐飞机了。就是都会比较舒服，比较宽敞，但也不会过于宽大。然后这样的话，在外面搭了一个这个改造的这种花花的背心，它下面就是有兜可以放东西，对，就是可以。啊，那行，那我们去试一下店长的那套，我就不我这套，肯定不行，我这有那么帅，这么自信，必须自信。你们有眼光的应该会选哪套，但其实这套的感觉就很好。刚才那套绿的是一，这套是二，这样这就是一套比啊，比不说，三二一走，第一套，三票一套，给你拜，没事吧？不好意思弄上了你。来，我们第三套的主题是如何做到在演唱会现场作为一个最亮的仔衣出现。亮不亮？得住这套，你们穿这套，第一套好的，第一套定了。对，开玩笑，最亮的仔。如果想亮的话，就是要颜色越多越好。这个是最亮的，直接穿这个一个。哦，这个。这个很亮啊，这个我要搭配一下。今天是 Y2K 的好，你知道吧？我想象一下。哇，这红裤子就可以了，就它了，这很酷、哦。
试试。哇，太亮了，还不够花哨，我觉得还得需要更花一点。这是惊艳你们。换一个吧。这是惊艳你们。帅了，这个叫配绿拖鞋。哇，叫配热力拖鞋牛气。定了，就是这套。怎么了？配饰啥的就够了。我觉得裤子不够，裤子不够花哨。哦，就是裤子有点太普通了。太酷了。服装艺术学院的，这是我毕业设计。你的设计灵感来自于？我打破人们对衣服的概念，他们都说男生身上的颜色不要超过两个颜色或三个颜色。现在保守的看，至少有50种颜色。非常帅，你俩还挺搭的。这个就是我搭的，其实还是比较简单，会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它就是下面是一个拼接的裤子，就是这边怎么有股东北感觉，它是用老的这种日历布和老的茶巾重新改的，然后扣子都是这种椰壳扣，然后背后就是很可爱。那我们试试店长的。当当，就这套了，非常的简单。坐那儿与世无争，就是所有人都在拍你，都不拍台上人，对吧？刚才那个是第一套，这是第二套，来，三二一投票。第二套，人是人真的是，那我也赢了，2-1。1-2。你就说实话，我第一套不好看吗？我第一套自己挑的那个就非常的休闲呀，太显腿长。就是你不要考虑一些客观因素，穿的什么不舒服的什么的，那肯定不能那么想，对吧？我想了一下咱们的惩罰和奖励，奖励呢200块钱，随便够，200块钱那个我拎完够，可以有，但是我也得帮这家店铺做一下宣传，因为店铺很好心的把这种的一段时间给了我们进行一个录制，啊，我们也要为他就是招揽一下生意，我觉得一会儿可以换回我的私服，给他们稍微就是招揽一下，打打广告什么的，对，免费的。好，对，我这我人美心善，对吧？我去换衣服喽。挑战胜利，小伙计提供一个200元以内的购物券。好认真呀、啊，为了花出这个钱。真的挑不出来，说实话。挑不出来，咱留着呗。留着你们就不给我了。我们是那种人吗？是。算了，我放弃这个200块钱选择。200块钱花不起，好难受啊！不花了呗，那就不花了。那你打个板吧，今天拍摄就到这里。